叫啊。 你发现你的猫咪越来越漂亮，不要怀疑是你的错觉，它只是越来越像你。这并不是空穴来风，这背后可是有科学依据的。一、纯粹接受效应，这是个心理学专有名词。 你不觉得我可爱到爆吗？沐浴如何香香皂？今天有哪个好？毛巾与猫刷牙呀，水温刚刚。